成個閱兵儀式咧，我係都睇到曬啦，親眼令我哋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有安全感。我哋必須要維護一國兩制，堅決咁樣支持。今年我同太太同兩個女喺電視睇閱兵，我非常贊同習主席嘅講話，佢嘅講話展示咗祖國維護一國兩制嘅決心。我相信喺祖國嘅大力支持下，香港把握機遇，快速融入大灣區，令祖國同香港可以蓬勃發展更進一步。習主席講喺前進嘅征途上，保持香港、澳門嘅長榮穩定，呢個正係得益於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澳門嘅文化產業插上咗騰飛嘅翅膀。我愛我的祖國，我偉大的母親，我們只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咁我相信咧，喺澳門同胞嚟到講咧，咁我哋係必須係要去努力去發揮我哋自己一個努力，建設到澳門啦。咁讓全世界都可以睇到一國兩制喺我哋澳門咧係一個好可以做一個好成功嘅實踐。